路交局路况消息。这个时候，Changi South Avenue 1往Changi South Avenue 2方向，在Changi South Street 2的这个地点有工人在修路，请您注意这里的道路工程是Changi South Avenue 1往Changi South Avenue 2的方向，就在Changi South Street 2之后的这条Changi South Avenue 1。九五八天气预报。天气方面，气象署预测从这会儿开始到明天早晨九点，我国明天早上主要在南部、东部和西部地区都会有雷阵雨，最低温摄氏25度，最高温摄氏33度。这里是九五八城市频道。